OK，观众不得了了，观众不得了了，帝国纪元回来了。然后我已经找到这些英文名版、英文版的，这些英文版是那个 Rise of 什么 Rise 的，对。我先讲一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之前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每次重载都要进来跑新手教学啊，真的有点烦。还有这游戏容量颇大。哎，我需要干嘛？这游戏就是僵尸来的翻版啊，僵尸来又出了七号堡垒嘛。那个，这七号堡垒也是僵尸来的那个石头，石头怎么开？游戏应该已经更新很多东西了，其实我太久没玩，我有点忘记怎么那个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帝国纪元真的出了很多东西，我等下被救啊！哼哼，这期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很喜欢你，我们最近玩的超凶的游戏来了，这期我们非常的注重。令人钦佩的手游，嗯哼哼，等一下啊，哇，我应该会先讲那个啦，可是真的是太多题材可以讲了，它真的变了，你知道，那个题材真的变得很多，你看，哇，讲不完了。那我们先升主管，大厂不是在靠了吗？然后我跟你们讲，你看，他现在已经更新很多东西了，彻底的爱上。所以游戏为什么容量这么大？就是因为它有里面有那么漂亮的东西。哇，最新真的是期待的游戏，280。要玩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城墙？这是钻石吗？哎，对，我们这就比值好像也没讲哎。球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先把，等我一下啊。对，我们可以扩充了，我都不知道哎。不是啊，你那个没有讲，你在干嘛？就跟你说，你地图没有扩啊。等一下，我们扩充一下地图啊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所以这应该没关系吧？就不会把它摆出去，是不是啊？巧克力获胜哎！永电球被矿机卖资源啊，没有那取得食物啊！啊，因为我太久没有玩了，我有点忘记，但是我知道这些很耐玩啊。超好玩！等一下，